然后就啊，变，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变。主播可以把镜头往旁边照吗？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就是我们就变史上最好的 KOL 朋友。毛。来，我来教你们这个倒车入库。对，来哦，放一颗烟在这边有没有？你看你啊，那颗烟不知道去哪儿，那颗烟在这里有没有？啊。然后这个稻草，然后瞄这里 ，Q 一，完美。毛。Yeah, dude. Yeah, I'm jumping. Doing what for? Jumping. What? Yeah, wait. Dude. I'm peeking for my. I'm peeking for myself. I'm playing the game myself. You guys are fucking. You guys are actually trolling now. It's a game. I'm playing a judge.Yeah, dude. Yeah. You can pick here for yourself. Yeah. But don't bother me. What the fuck? It's your problem. I'm not trolling. Jumping. You're actual trolling. I'm just playing. Yeah. See. Oh, my bad. Rock shot. Dude, what the fuck is your problem? You guys are actually pathetic. Yeah, yo, man. Have a fucking sad life, motherfucker. Get the fuck out of the game. Rest in peace. Motherfucker. Mao. 我也算是鸟鸟达人了。我的苗苗好混乱。Last I don't know。3, 2, 1。最後の一人だ。啊！为什么？但是。啊！为什么？看。勝利の秘訣は。哎呦，为什么会这样子？哎 ，Hi YT， 不是，毛，看他敢不敢过来，直接给他一刀！干你娘的，还敢不收点啊，杰弟？毛。我看到，哎，你要爆哥，不要爆哥！对，具体王，让我看看，不要！毛。完赛了。B でキャリアダウン。ナイス。S。マジ。毛。那输不了啊。リロード。メンテナンス。待機設置。敵から救助。敵は。あと数レバーの待て。うまくいくぞ。スイー。
哇，皮皮西，皮皮西，奇怪，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喂，哇，你开吧哟，你西牌，哪里安得？哪里西牌？还都让？哎 ，Why you push？ 谁呢？아씨발니가미친놈아이개새끼야니가아야야왜스파이크 You pushing? 오아씨개새끼야진짜 We have spike? You push? 아이毛毛毛觉得主播会落地成盒的佳佳看一下不会哦，不是，只能用那个，只能用近战武器雷，然后载具。开车，开车，开车，找车，找车子。哦，哎，干，怎么有一个车子已经在开了？啊！我可以喝饮料吗？你怎么死啊？厂商现在正在思考工伤的钱要给你老鼠还是陈博勋同学 Crestbay 你好烂哦不是吧毛毛毛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Crazy Face 来了成为 CS Story 战队队长跟 CSGO 选手人生我知道你们要的不是这个版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Crazy Face 来了成为 CS Story 战队队长跟 CSGO 选手人生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打电竞的 Crazy Face 今天也来到我们走中现场咯欢迎毛毛毛好所以究竟呢这一位受到肯定的得奖者是谁呢让我们恭喜 Crazy Face 恭喜疯脸 Crazy Face 从选手转为实况主的他今年开始担任主播赛评拥有选手经验的他常常能从选手的角度给到精辟的分析要从你手上拿下去是不是没事没事来请其实我看了很多汤米的那个主播赛评学习也非常多不过这个因为其实我这个从这一两年从这个选手转成这个实况组，算是经历还蛮多不同的转变啊，还是要感谢这个我的团队，然后还要投票给我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毛毛毛！如果我这把没有四十八，我就开四驱同感，然后一边说这不是同感，黑干是我。请开始你的表演。这不是同干被干的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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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同干被干的是我。好了吧，好了吧，够了吧，够了吧，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再一次跑步。好了，干你娘再一次啦，好啦。Ah shit.Here we go again. 这不是同干被干的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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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同干被干的是我。杀躲大力啦！好了啦，诚意很足了啦，记得精华要剪这段。好了，大家好，那这个呢？不知道大家今年过得怎么样？我今年呢，一样先来总结一下我的部分啊，也顺便借由这个机会啦，就是跟 YT 啊，或是跟不到台的一些观众说一下话。我记得呢，去年这个时候我已经爬回福能了啊，不知道这部影片上的时候，我没有爬回福能了。我现在在录的时候呢。是我记得昨天吧我是460也就是在如果在连赢四场我就回福能了啊不知道这部影片上的时候有没有回去啊希望是有啊这样子就是跟去年一模一样啊不过呢这个是题外话啊今年呢长话短说呢其实以退去记得这个年度数据吗算是来说的话其实今年算是还不错
当然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因为特战英豪今年还蛮多活动的啊，不过还是很感谢就是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还有实况。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就是我一直到大概今年后半年吧，差不多才开始，就是我觉得啦，比较习惯就是实况组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以前啊，跟其他实况组玩啊，或是出席活动啊等等的，其实都算是还蛮怕的感觉，蛮怕生吧。对啊，不过一直到今年大概中后段，感觉这个又比较好，哎，其实好蛮多的。如果有持续在跟我各种，不管是活动啊，或是就是有跟其他实况组 feed， 因为其实我还蛮少跟其他实况组 feed 的啊。如果有跟到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当然，这个如果你有追随我的 IG 啊，或是按赞我 FB 的，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看照片啊，或是什么有感觉出来？因为其实我之前不太，我甚至出席活动也不太敢跟其他实况组拍照。哎，超熟啦，是不是？哎，对，超熟啦。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然后想要问我，如果你密我 IG 啊，我基本上都会尽力去回啊。当然，就是要是正常的问题，好不好？主播尿尿可以说屁眼吗？主播149看得到女生内裤吗？我基本上都是会非常尽力去回的啊。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用 FB 啊或是 IG 的啊，不嫌麻烦的话，也可以追随一下。为什么要录这段影片呢？其实也是为了要感谢各位今年的支持。哎，那明年其实我有蛮多不一样的内容上的想法，还有跟动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当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啊，不过呢，这边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也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如果出门要跨年，好不好？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啊！那这个明年呢，一样再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